平日老實，每個禮拜如果係大家都講明係星期一啦，咁就有啲時間可以容易預計到啦。你今日成日話佢蝦滋滋嘅，可能叫佢唔好蝦。頭先我問，有冇蝦滋滋啊？佢諗，少少啦。話少少啦。你唔好鼓勵佢。冇鼓勵佢，鬧佢嘅係。如果想過做一種富豪啲嘅生活咧，6190年我已經絕對有呢個資格。 但你算唔算喺嗰個地出曬嘅時候咧？阿威頭六四年出曬，啊，好，呢個呢個，thank you。啊，我咧帶佢哋去嗰啲木屋區，帶佢哋坐電車時，當時我已經自己車司機嘅時候，帶佢去全國度嘅係最聰明嘅做法，每個禮拜日。 唔得，你游水游得幾耐咧？游上嚟嘅時候，你要聽我講嘢。我帶埋書嘅，嗰書咧，佢就到今日我都未必認為佢睇得懂嘅，蒙然嘅，即係比較有啲好多典籍啊，咩未必佢懂嘅。但我解佢聽，然之後分佢。而嗰啲咧係中國人，我認為最寶貴嘅嗰啲經驗同埋做人嘅宗旨。 同埋每一個禮拜，每一個禮拜食同一樣嘅糖水，4年一樣嘅，每一個禮拜係同一樣，同一樣一模一樣嘅糖水。排掛，係啊，水果丸糖水，而家我一定唔喺你班度。我覺得自己好幸運嘅係，可能估計唔到咧，真係生活。